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吗？都几岁了，观众真的会觉得你好笑吗？这些都是老梗，年轻人真的会喜欢你吗？你都有四个小孩，你觉得你还有收视率吗？我最近节目收视率都还不错。真的有信心吗？嗯，这个节目是跟赵姐一起主持的，中年重的来，晚间10点，小明星。